阿姨，我来帮您吧。哎呀，不用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怎么了？嘉伦，你带琪琪去沙发坐吧。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山东男朋友家。一会儿就吃饭了，少吃点吧。啊，阿姨，我给您买了些礼物。妈，这是琪琪准备好久的。我这个年龄用不到啥，还是你们自己留着用吧。我妈做了一桌子菜，都是你喜欢吃的，多吃点。我回屋了，你们继续吃。我妈平时不这样，今天居然走了。阿姨，我洗了点水果，你要不要？喂，人家女孩是南方人，第一次见家长肯定害羞，你积极点，别让人家干活。你带琪琪去沙发坐吧。哎哎哎，还有呢？还有，做长辈的一定得给小年轻们空间。我回屋了，你们继续吃。哎，还有那个贵重礼物千万不能收，我这个年龄用不到啥。但红包你得准备好了，像什么12121888，寓意一定得好。哎，好嘞。最重要的，做人家爱吃的清淡菜，你那无酒不欢的毛病可千万别让人发现了，多丢人呐。哎呀，你放心吧啊。我这。阿姨，我也想尝尝这个。你说啥？这个？嗯。走，阿姨带你到楼下喝啤酒吃嘎啦。阿姨慢点儿。叫什么阿姨？你们这是去哪儿了？这是叫妈。妈。我女儿长得就是好看，多嫩啊。放心，妈明天就带你去相亲，找个好人家大操大办。大操大办。那我呢？